这边要亮一下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好，线扎起来。随便扎一下就行了。随便扎的。这条，这条扎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不得两条线拆一下，就是哪条扎哪条？随便扎。啊，这两个，那两个随便，那两个随便可以，就是这个扎这个也可以是吧？啊？不是，这是这边。这边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呢，继续。然后这个，对，这边是这段。啊。对。然后下一步。然后呢，下来就把这个线拉下来，这样子拉。拉下来。就是这个结嘛。嗯。结剪掉。因为剪刀啊，我拿的是这把剪刀，明显一点。这个结目的是剪掉这里。剪掉这里，把它剪掉，然后就是分开的嘛，分开，然后就把这里针磨出来。这样呢？对，本来是这样的吧，把这个针磨出来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嗯，这里嘛，然后呢，压这里，这里也可以压。哎呀，针挪出来，你按的是哪个呢？啊？把针挪出来，你按的是哪个按钮？这个可以动。这个可以动。嗯。好，然后把这个针挪出来，就这里。好，挪出来，然后挪出来，然后压这个。这个压，这个可以压。好，压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东西线抽出来，然后再穿线，这样子穿线。这么黑，你能看得到吗？可以，这边的光线好一点。嗯。对吗？然后呢？取出来，这样子而已。OK。然后这样就可以用了。线要理好，这个可以了 ，OK 了。然后转动这里，手机拿掉啊，转动这里，就可以开了。其实后面还有个气管那个问题。我们习近平都颠倒了，这个好像不太好吧？你那个可能要弄掉，不然我们那个习近平没关系。习近平那个报纸给他给弄去，好像。